我们上一集说到呢，在武则天时代呢，臭名昭著的诗人宋之问，然后他兄弟宋之训呢，从岭南贬所逃归洛阳之后呢，没人敢接纳他，也通缉犯，唯独从前这个朋友驸马王通角，这人特义气，就把他们啊这哥俩藏在自己家中。岂料呢，哎，听见这恩公王通角斥骂武三思和那韦皇后，奸诈的宋氏兄弟就暗中派人向武三思告状，想靠出卖朋友升官。哎，能很自然就想到出卖朋友，所以说这个宋氏兄弟绝对不是好货。武三思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痛恨，与他几个心腹一合计，就派人把这位驸马爷告上那个朝廷，诬称呢王通角和洛阳人张忠之等人准备杀武三思，然后呢废掉韦皇后。唐中宗皇帝李显接到这个表奏之后，一下勃然大怒，命令宰相杨再思，包括韦巨源什么这些高官旁听，监察御史姚绍之等人主审。按理说啊，王通角不仅在中宗复辟的时候立过大功，他还是中宗的女儿定安公主他的夫婿。即便如此呢，你想这个庸君，这个绿帽，这个皇帝对于他自己的女婿呢，依然是不肯饶过。当时府堂开审啊，那个被诬告牵连在案的张忠之啊，是富贵人家子弟，宫内宫外啊认识不少人，自然他熟知武三思、韦皇后这些人的淫乱事情。当时呢，他是又被杖打，又是被加指，这个张忠之啊，绝对是个爷们儿。一直不屈服，朗声大骂武三思和韦皇后通奸的事儿。杨再思呢，韦巨源这两个高官都是官场老滑头啊，假装打瞌睡听不见。主审呢，姚绍之特别窘急，你想这么多人都听这事儿，马上命令手下把这个张忠之送到大狱的死囚牢房。张忠之依旧跳脚大骂，姚绍之呢就命令啊这个狱吏猛力击打他。就把两个胳膊都给弄折了，然后立刻结案，以谋逆罪斩杀王通角、张忠之等人，而且施以足诛这样的重刑。王通角这个驸马临行之时呢，神色不变，当时是天下人莫不冤之。我们想当初我冲入深宫废武则天的时候，没有这个王驸马的一番激励，那李显啊，这个中宗皇帝，他连马都不敢骑上去。更别提当时他能够跟随众人入宫废他亲妈武则天了。这个案件过后呢，宋之问兄弟自然升官了，武三思还亲自引荐，拜他为鸿胪丞，不久呢又提升他为考功员外郎，等于就是说管这个官员任命的这么高的级别的这个官员了。日后唐睿宗继位，就把宋之问贬到钦州，在今天在广西呢。这老哥们穷极之下，他又写题大玉岭北驿，将近朝出路，临昏帐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所以说人品虽差，这宋之问诗做的确实好。过了几天，武三思又派这个郑因他的心腹上奏，诬告已被外任，就是被贬到外地当这个各州刺史的什么敬辉啊、桓彦范、张柬之、袁术己、崔玄这五个人，就武王嘛，哎，就是污蔑这五个人，和这个已经被处决这个驸马王通角啊，这个先前是通谋的。这时候呢，你想这个被外贬的武王，他连上庭自辩的机会都没有了，马上就诏书下来。把五个人呢，流放于更加偏远的小州做司马，非常小的官儿。两个多月之后呢，武三思又派他手下，人写什么？写一张就是类似于大字报的东西，就是说韦后啊和谁谁通奸，张贴在洛阳的天津桥上。唐中宗得报之后震怒，你想一般的绿帽乌龟啊，都是掩耳盗铃之辈，最恨别人揭自己短儿，他马上派御史大夫。是什么李成家，然后就把这个事儿啊，一定得给我查清楚，彻底追查。李成家呢，就马上按照武三思这个意思，就很快把案子结了，上奏就是大字报谁写的呢？就被外贬的武王派人张贴的，张贴在洛阳天津桥上的，就说这几个人想行大逆之事，奏请皇上对他们实行足诛。唐中宗李显这个人虽然非常昏庸，但也知道没有这五个人，绝对没有他今天。他就不同意族诛这个武王，只盼这五个人呢长留更加蛮荒之地。
中书舍人崔实暗中又劝这个卜三思，假如敬辉等人日后能有机会北归，终为后患，不如啊交至杀之，就是假借皇帝的旨意把这几个人弄死算了。那派谁干这差事呢？卜三思就问周立真，崔实就推荐了周立真啊，是崔实的表兄，曾经担任过武则天时代大理寺正，就中央的监狱的监狱长，又类似于检察长，反正官儿挺大。武则天被废之后呢，他就被张柬之等人贬为嘉州司马，就很小的官儿了。武三思弄权，这个人呢又重回朝中，因为他从前是武氏家族的这个重臣啊，如今呢能有机会报复昔日整治自己那几个老上司周立真，摩拳擦掌，他马上就以御台侍御史的这个身份呢，即刻出发到岭南岭外，所以说当时他的报仇之心非常迫切。等到周立真这个匆匆赶到这个监狱监所，就岭南那个监所呢，张柬之啊、崔玄，这两个人已经老病而死了。你想到岭南岭外这一路上这一折腾，这两个人已经死了，只剩下敬辉、桓彦范以及这个袁树己这三个人还活着。官场怨毒啊，刻入骨髓。周全真马上命令，他手下人把这桓彦范绑起来，然后四个大汉拉着这个桓彦范，在锐利的大竹搓板上上下这个磨来搓，就等于是就跟搓肉一样，最后是肉尽至骨，把这肉都搓没了，然后露出骨头来，森森白骨。这时候这个还活着呢，然后再把他大棍打死。接着呢，他又派人把这敬辉给抓起来，把对方寸剐而死，这凌迟啊。到最后还剩个袁树己吗？他把袁树己抓过来，所以说这个处理对方他还挺有招，他不是说这个同样的一个处理法，他干嘛呢？要毒死对方。周立真呢就命令别人，他自己手下人弄来一大碗这个野葛毒汁儿，然后逼着袁树己跪在那儿喝下去。这位袁爷呢，这么多年来一直注意养生，他服食黄金多年，所以说他身体耐毒性特别强，灌了数升野葛汁儿，他还是死不了。毒液攻心啊，确实当时也非常疼，你想这个毒药进入腹中啊，那绝对是十指抓地，那指甲都最后疼的都抓地的时候都剥落了，然后嚎呼辗转，就是断不了气。这个时候周立真自己上前，自己亲自手持大棍子上下猛击，把这袁树己活活打死。那么至于最早劝说张柬之等人啊诛除武氏宗族那个薛稷敞嘛，那么咱先前提过呢，也是被一贬再贬，最后流放到儋州，就今天海南岛了。绝望之余呢，这哥们还好，就自己服毒而死了。任务完成之后，周立真呢回京汇报，被提拔为御史中丞。不过呢，天网恢恢，后来唐玄宗登基呢，就把这个周立真和那个宋之问一块都给赐死了。杀掉武王之后呢，武三思当时是气焰熏天啊，那简直他那权力跟皇帝几乎差不多了。因此他常常对左右人讲，我不知人世间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是坏人，和我好的人就是好人，和我不好的人就是坏人。武三思当权呢，自然也有一帮人，一帮大臣是趋炎附势。当时呢，兵部尚书宗楚客，什么将作大将，什么宗近卿、太傅卿、季处纳啊，包括洪炉卿、甘元俭，这些人在历史上写的明明白白啊，都成为武三思的羽翼，都成为他的心腹。此外呢，还有被当事人称为五狗的，什么周立真、宋之训，就宋之问他弟弟姚少之、李俊、冉祖雍等人，这些人天天侍奉左右啊，甘当武三思的爪牙。不久呢，由于武三思啊在乾陵祈雨，在那拜雨成功，大旱之间忽然下雨了，中宗李显就认为这是他亲妈武后显灵了，然后又下诏书，把那个武氏那个宗庙啊，就是他亲妈的那些上几辈的那些这个庙宇啊、家庙，全部都恢复了，还派人祭祀。武三思呢，把这个武王啊，这个敬辉等人、张柬之等人都解决了吗？他下一个目标是谁了？又瞄上中宗皇帝太子李重俊。李重俊是中宗皇帝第三个儿子，不是韦皇后亲生的。这个年轻王爷的本性特别敏果，但是这么多年来他没有那种师父的教化和辅佐，
平时做事呢就多有不乏，就是等于年轻人常见那种奢侈的毛病，他身上都有。此外呢，跟他一块不错的好的，就是等于当太子宾客的，什么杨角啊、武崇信这些人，武崇信也是武氏家族的人，他们都是皇室的驸马。这几个小青年天天在一块儿，就知道蹴鞠玩乐，互相侠戏。你想，公子王孙天天踢球喝酒，他就不可能有正经事儿干。中宗皇帝的爱女安乐公主呢，也很记恨李重俊。由于呢，这李承俊他不是韦皇后生的，和自己不是同母啊。安乐公主呢，就常常就当众称这位皇太子弟弟为奴才，轻蔑至极。同时呢，安乐公主她自己想当皇太女，更把这位弟弟就视为眼中钉。你她当皇太女，她肯定得把这皇太子先给弄走啊。安乐公主当时是恃宠骄姿，卖官鬻爵，侍寝朝野。就这女孩还挺年轻漂亮的，他常常自己写皇帝的制册，然后把名字就封谁官儿加什么官爵什么人名他都盖着，然后就娇娇笑着让他父亲中宗皇帝在那儿签署。唐中宗呢太宠这个闺女了，每次都是笑而从之，就马上在那儿签字，从来不看其中的任免名单。宠溺如此，难怪这闺女安乐公主是无法无天。韦皇后不是自己亲妈，姐姐安乐公主不是自己亲姐，这太子李重俊呢内心也是不胜愤恨。景龙元年，就公元707年七月呢，得到禁卫军的大将李多奏的支持，李多奏在这个推翻这个武则天的那个政变当中呢起了大功了。这个李重俊呢就率领左羽林啊，即当时被称为千骑的这御林军精兵300多人，忽然冲入与武三思的府中。当时就把武三思、武崇训父子啊全给杀了。当时也和他们一块儿正在饮酒啊，他的党徒、朝中大臣10多人，立马都斩杀在当地。此后呢，李崇训又派宗室成王跟他不错的那个李千里，然后给他兵马守住那攻城筑门，他自己呢率兵直奔肃章门，斩关而入，就是索求韦皇后和他那姐姐安乐公主。并喝令工人啊，马上啊把这个武三思通奸的这个上官婉儿也给我交出来，逮起来。那么这位成王李千里呢，是唐太宗的儿子，吴王李恪的儿子。武皇后时代呢，武则天时代呢，由于这个李千里呢，就是说多次啊，把这个府瑞献给这个武则天，所以说武则天竟于对于这个李唐的皇室的晋宗王爷啊，饶了他的性命。韦后安乐公主，这个时候听到消息之后，绝对哆嗦啊！上官婉儿倒是人精一个，还特有定力，急忙高叫：“看目前太子的意思是先杀婉儿我，再杀皇后与安乐公主，最后就是要杀皇帝陛下。”于是呢，这个时候又着急又害怕的唐中宗李显，急忙跟随这几个妇人一溜烟跑上玄武门城楼，来避冰封。这个时候楼下呢只有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带着200多御林军啊抵拒这个太子李承俊带来的这个禁卫兵。李多奏呢，他是禁卫军的这个大将啊，军将啊，纵马飞驰先来到玄武门楼下，想直闯登楼。我当时宿卫兵士虽然说李多奏是这个大将，但是没得到命令了就不让他进来，但也所谓不让他进来，也没有就是说拿刀拿枪的阻止他，就是不让他进来，对他也是还是比较客气。所以说这个时候两军还是没有交锋的，就没有大开杀戒，毕竟都是禁卫军嘛。李多奏就和太子呢这个李承俊两个人就犹豫了，按兵不动了。因为本来太子李承俊他们的初衷啊，并不是想啊上来就是真把这个中宗皇帝给试了给杀了，只是想杀掉武三思啊，这个韦皇后等人之后呢，讨个说法。想效仿谁呢？效仿当年啊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那个这个夺门之变。但李承俊他们这种犹豫，对于他们来讲绝对是完全致命的。中宗皇帝身边呢有个名叫杨思绪的这样的一个宦者，当时他的官是什么？叫公委令，实际上是内侍省的太监中的小官。这个人呢，虽然被阉割过是个太监，但是履历超群啊，一身武艺。这个时候他就主动请命，我要下楼厮杀。韦皇后安乐公主赶紧让他下去。那这个时候能用一个人就必须得用。李多奏的女婿呢，也忽立，当时是作为太子军的前锋，
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浑身甲胄，站在前列，看见楼门大开，冲出一个没有胡子的阉人，这莫贺族出身的大将就根本没在意，输不了这个杨思绪纵马疾驰，瞬间就冲到野狐狸马的前面，挺矛就长槊，一下子就把这野狐狸的大将捅个透心凉。看见这个情状，太子身后的那些禁卫军就立时夺气。楼上的中宗皇帝李显看见手下这个患者，这个身大力不亏，这个杨思绪一下得胜了，他也缓过神来了。他这个时候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和精神，就靠着这个城楼垛在那儿往下喊：“你们都是朕的宿卫将士，为什么跟随李多奏等人造反呢？如果能斩杀造反首犯，勿患不富贵。”你像，如果当初这个太子李重俊这些人不犹豫，众人强行登楼控制中宗皇帝一行，把这个韦皇后、安乐公主都杀掉，肯定啊，当时就想让中宗皇帝干什么都行，就重演当年这个废武则天一幕，也会重演当年这个李世民啊派那尉迟敬德啊软禁他亲爹李渊、唐高祖那一幕。唐高祖那不就是马上下诏就封这个李世民为太子吗？现在当朝皇帝在上面钦开金口了，楼下本来参与政变的一帮将士大眼瞪小眼，都望向居中指挥的李多奏。没过多久，寒光闪闪，没等李多奏这些人反应过来，冲上来一帮原本是他自己带领的禁卫军士兵，这些人刀砍枪刺，就把李多奏还有那几个领头的将领都杀死在当地。那么成王李千里等人呢，这个时候也力战而死。太子李重俊见状不妙，知道这事情成功不了了，就率领他手下东宫的百余人马逃奔终南山。龙落浅滩啊，不久，他累了，他就在那儿正睡觉呢。李重俊又被他左右的卫士所杀，他的脑袋然后就被送往都城。唐中宗气急败坏啊，马上命人把他的儿子李重俊的首级悬放于什么呢？武三思父子的陵前，来祭奠他心目中的忠臣武氏父子。秋后算账啊，韦氏一党啊，当时要把当时宫内的各个门的守将啊，以及太子的属官全部杀掉，那绝对是好几千上万。幸亏大理卿有个叫郑维忠的，就是劝谏中宗皇帝，就说咱不能杀这么多人，而且就涉及这个宫门内的这个宫禁中密室啊，又涉及到太子。所以说呢，中宗还比较听劝，就没有大型杀戮。同时呢，安乐公主还有兵部尚书宗楚客互相串谋，又派人诬告中宗的弟弟相王李旦和中宗的妹妹太平公主都参与李重俊的同谋。中宗皇帝呢也挺生气，立刻勋召御史中丞萧志忠，就准备派他抓这个两个人，把他弟弟妹妹都抓到狱中审讯。萧志忠啊，这个人还真是个忠臣，他的名字还挺起的还挺好，气贱跪在那里就哭着劝道：“陛下您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罗之害之乎？项王从前做武后皇太子，就曾经对武太后坚持皇太子之位，把位子让给陛下您，因为您是他哥哥嘛，等于就是以天下让给陛下您，这件事情四海皆知，奈何听人言而以骨肉呢？就奈何你听别人的这个言语，怀疑自己的亲弟弟亲妹妹啊。”萧志忠如此说呢，中宗皇帝李显呢也觉得有理，就暂时把这事情压了下来，就没把他弟弟他妹妹抓起来。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你看那武王张柬之啊、敬辉等人最终没能逃过这个残杀这个惨剧，就是因为他们不够果决，而且呢他们没有深谋远虑就没有策划周全。而刚刚起事未成的太子李重俊等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以至于呢身首异处。那么杀掉了中宗皇帝的太子李重俊，那么这安乐公主和他亲妈韦皇后等人，他能消停下来吗？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的热爱正在热播。